哎，我找着一个。天哪，我刚坐过来。那个什么，三个，你真厉害啊。那个复活转盘在哪儿？复活转盘共有20个名额，同一名字占比越高，复活几率越大。老妹，李斯，李斯，那肯定连在一起啊，几率大呀。那我就摆你旁边。好。剩余12个空位会花落谁家呢？哥，你有找到吗？我找到一个而已，他们找完嘞。啊？不能吧？你找着了吗？没有，我找了个笔。找个笔。这有用不用？除贺峻霖、韩天宇五大境外的队员都已找到圆饼，复活机会难得，三位抓紧入坑吧。你写谁的？我写了李斯。我写了赫儿，他没有，赫儿没有。可以啊。哇，你都找了三四个啊？你想上吗，姐？想上，我就把我的给你了。没事，我有俩。你好大爱，我从来没想过写别人的名字。合理合理。你们谁有？哦，就剩仨了，我放一个就行了。随缘吧，啊，写个自己的。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我写个小贺吧。可以。哇哇，乔欣姐，我哭死了。开始喽 ，Ready， Go！